起，霜雪不完悲与喜，飞花醉将断戈壁，秋处茅庐青色不可及，鸿鹄展翅苍茫只须臾，无所谓名歌错纵不惧，破天际渐渐此刻谜题，起落困境里蜕变出浩瀚勇气，不忘江湖路上历练成功侠义，年华一笑便是定西高歌心万里。少年梦逐浪如城，平常心镌刻年轮，年华未曾遇伤痕，敢闯荡才算人生，方寸剑浪脚激扬青春，擦拭过岁月风刃，天涯凌云尽所能，是你我并肩又一我曾经以为江湖跟朝堂一样，只有无尽的野心，直到我遇见了你，遇见了无心，还有天外天、雪月城、暗河，我现在觉得江湖是一面镜子。镜子，人在面对镜子的时候看到的是自己，面对江湖的时候看到的是自己的内心。你是说仁者见仁吗？对，心之所向便是江湖，若是内心充满仇恨黑暗，自然会觉得江湖黑暗可怖，可若是心存希望光明，面对江湖之时也就会豁然开朗。所以你记住，无论遇到什么事，都要记住你心中江湖最初的样子，那才是你自己。你外公说你心中少杀伐，这正是你的可贵之处，但这江湖总有你死我亡，我们避免不了，只能凭借内心握紧你心中的剑，才能守护住你所珍视的东西。明白就好，走吧，去雷家堡，咱们耽搁太久了。师姐，米轩兄，让你们担心了。哎，不用跟我们道歉，好好慰劳一下你自己的马吧。嗯，罗刺猬，你跟我们一起去雷家堡吗？不是，是什么刺猬？你看你这样子，活脱脱就是一个人形刺猬嘛！啊，那我就当你是嫉妒我了啊！行了，我不跟你们去雷家堡了，这师傅还等着我，回去晚了又骂我。哎，诸位，接下来的路靠你们自己了，保重，保重。你先好好休息吧。多谢。这个美人天生心脉不全，能活到现在还真是个奇迹啊。的确，她在雪月城医治了很多年，她叫叶若依，也是雷师弟心心挂念的梦中情人。啊，那傻小子情窦初开了，快带我去见他。话说你这次回来准备做什么？来看望故友。枪签让我回天外天，我回了，但是也没说我不能再回北离啊。毕竟我不来的话，你们就要死了。什么意思？你以为现在只有你被人追杀吗？我得到的消息是，萧瑟和雷无杰出了雪月城之后，并没有直接前往雷家堡，而是去了望城山。他们下山之后，行踪便消失了。我循着踪迹而来，却只找到了这个。
上面写着你们在唐门被人伏击，请求协助。信哥告诉我说，他原本是要飞往天启城的，只是在中途被我截下了。信哥，你还能跟信哥说话？天地万物自有灵性，我还能与花鸟鱼目说话的，你信不信？